这一期是我们的三人行。机场啦，这一期是我们的三人行。嘿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房间啦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房间了，这个房间还挺漂亮的，空间还蛮大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从就是入口这边，入口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门口有个镜子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每天出门前还可以照一些镜子。中间这边有一个好像中岛台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可以喝咖啡啊，喝水，这是拿来化妆的，然后打开来这是一个洗手的，好酷哦。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房间还挺彩色的，红色跟黄色的墙面。这个房间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，到东京的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，就是很不一样，就还是很兴奋。就尽管我们之前去了 Osaka， 去了 Kyoto， 但是来东京就是有很莫名的一种 feel。 我感觉我们好像没有家一样。对，我感觉我们好像就一直生活在日本了，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回过新加坡的感觉。但是日本就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一个 feel 啊，对，是的。所以挺期待这次的旅途的，之前还没有时间跟大家 update，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旅途其实是就是陪妈妈过来玩的，因为她特别想要来日本玩，因为是她的一个生日旅行，她的一个 birthday trip，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跟布布就 plan 了一下，带她来这里，希望这个旅途会玩得很开心哦。对，我们四年前就是这个时间来的东京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拍视频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拍 vlog。 我记得我们后来开始拍 vlog 是从就是从 Hokkaido 那边开始的，就是从北海道札幌那边开始拍的。这一次我在新加坡的机场就是没有买香水，但是是因为我就是有打算在东京买，现在我准备一下，然后我们要去吃晚餐了，今天晚上会去吃 Yakiniku， 好浪漫哦。还在下雨，我们打个雨伞在这边走路。我们现在已经坐下来了，现在我们吃烤肉。这家店也是我跟布布，不是这个店，但是是这个牌子的烤肉，是我们四年前的这个时间来吃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带妈妈一起来吃。今天飞过来只吃了早餐，然后就没有吃东西了，现在已经晚上快九点了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饿，应该会起来的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晚餐啦。本来觉得没有点特别多，但是吃完以后发现其实就已经还挺饱的了。明天也是新的一天，我们明天的行程就是会打算在就是附近银座这边逛一逛。晚安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我现在已经穿好衣服，然后要准备出门吃早午餐了。因为这边的餐厅一般都是11点钟开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家 Soba 的面，他们是属于要排队的那种，所以我们大概想10点半就去，先避免就是排队的时间太长。可能这几天都是那种阴天下雨天，祈祷就是后面的日子会有阳光。我真的是很喜欢阳光的感觉，因为下雨嘛，就怕会比较冷，所以穿了一个比较厚的这件毛衣，然后穿了这双Prada 的长靴，因为它的这个尼龙的地方是防水的，就感觉挺适合在雨天穿的。现在要准备出门啦，去吃午餐啦，等会见。出来，现在到了 Tokyo Plaza 这边，打算吃一个 dessert。我点了一个咖啡，然后布布点了一个冰的，妈妈的一个热的。我们要开动啦！这个是我们刚才他送的一个冰淇淋。
为什么？应该是套餐里面的吧。你要先吃哪个？先吃这个是冰的，来，可以拿这个小吃。哦，就是这样吃啊？对。哦，你们是，我知道你是抬了起来，然后拿了你们的。怎么送的？什么？因为我天不聊他。这个可能是我二十年后的那个大福气，这样。这个好可爱哦，它就是味道直接可以从这个地方闻，因为它放了里面的一个东西。这个店好美哦。这不错，我从这里都闻得到。是什么东西？可能可以 claim 一个东西啊，你别失望先。我刚才转了一个单，里面一张纸，然后说得到的是这个，是这样一个卡片。但其实我这是扭蛋结果。布布现在回酒店休息啦，所以现在就剩下我跟妈妈两个人，我们两个会继续逛街。穿一下，你穿得太胖了，可能只能手提。你整个人太肥大了，拎在手上看了，对着镜子看了。你前面的这个包太搞笑了吧？得侧面看 ，OK 了。这个夏天衣服你会搭配就会蛮 casual 的。妈妈又在穿了，她到这个地方就很开心了，喜欢看包包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还是不错，提起来不错，对，这个不错。The length is very nice. It's that the elegant length, no? I'm gonna go and zoom in. 你还能 zoom in? 他刚才去睡，才去睡了个午觉，现在陪我们一起逛街了。他们两人在逛街，所以我坐在这里尝一下酒，吃一点东西。这些是布布最喜欢的，你买一个这个，然后可以买一个这个。好 ，OK。这个它里面也是这种水果的，跟我们之前在瓦萨卡吃的很像。感觉脾气巨火的，脾气很好。没有啦，我当时真的觉得那个。不是在哪上班，就在这儿吃。现在已经到晚餐的地方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吃sukiyaki 跟沙布沙布，因为今天逛了一天的街，所以现在还蛮饿的，可以大吃一顿。谁都看不到我们是谁。哎，往后退一点。晚安，晚安一下，快点。晚安。Thank you.
们现在人已经到了这个哈纳亚马的乌洞，我们真的是冲过来，我跟妈妈先过来，我妆都没有化，什么都没有干，就是跑过来。我们现在是排在队伍的前半段，排到超级后面，真的这些店都是要自己很早起来排队的。希望这家店会好吃，值得我们每天这么早起来排队。我们现在已经坐进来了，然后我们三个人点了四份面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要点哪个，然后点了四个不一样的，就是可以 try 一下，因为反正来都来了，而且还是要排队的，希望这个会很好吃。这个是妈妈的，这个是布布的，常规操作都是加个 tempura。 然后看我的，哦，我有两份。我现在已经吃完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队伍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幸亏我们早来了，所以就是排的时间就还好。现在我们打算回酒店啦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刚才就吃完早餐以后就回来稍微洗漱了一下。我重新换了一下衣服，然后今天戴这个帽子，穿了一个感觉饱满但是又很舒服的衣服。今天会去代官山那边逛一逛，现在准备出门啦。对啊，好看。人呢？我也觉得，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太小了，给你就太小了。不知道炸的地方是铁的，然后这样就看不到，然后他就放了一个 iPad 在那里，这样我坐在这边也能够看到他在干什么。最喜欢的乌尼来的Heaven is just a dream.